看到火光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下车嘛，看火蛮大的，我就想说车上有人，我就过来想要叫他，但是没有反应，我就想说找东西看可不可以灭火之类的。后来我跑到那个后面去，有找到那个布袋，就沾水就过来灭火。我这样是不是破坏现场？对，不过没关系。然后你刚刚说你看到一个疑似凶嫌的人骑车逃逸，对。是在你灭火之后吗？对啊，那你有没有看到车手的特征？他骑很快，从这个方向骑的，然后因为这里很暗，所以什么车牌什么的都没看到。OK，所以你平常都会走这条路？对啊，我平常都走这条路回家。好，那待会我们还是要采集你的指纹，之后才能够确认你没有嫌疑。哦，OK 啊，那个是你的车吗？对啊，方便检查一下吗？为什么？我是嫌犯吗？例行性确认而已，别紧张。Hello，学弟，过来帮我一下哦。来了。